你手上拿的就是之前你说准备带去郊游的泡泡机。好，我们先一起试试。啊，确实很有趣。不过你是不是玩得有些太尽兴了？还没发现吗？你看我这里被你弄得湿了一大片，所以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放下泡泡机，先来帮我处理一下？嗯，那可以再往下一点，我感觉好像有些泡泡水已经顺着领口流进去了，要不要我再解开几颗扣子，让你方便一些？交给你吗？好，那我不动，等你帮我擦干净。怎么突然停下了？我并不是觉得难受，只是泡泡水会比较黏，可能需要你多弄几遍。还是没办法吗？看来光靠擦拭并不行，需要换一个方法。既然是你把我弄脏的，那接下来的你也应该负责到底吧。不过事先声明，我对干净的标准可是很高的。在看什么？笑得那么开心。动物的科普节目，不同的鸟类是如何表达爱意的，听上去很有趣，我陪你一起看看。极乐鸟会跳舞，天鹅会用颈部去缠绕对方。大自然的确很奇妙，想来人类也是如此，会用不同的肢体语言去传递心中的感受。说起来，你似乎还没有说过你最喜欢我怎样向你表达爱意，那趁今天这个机会，我再示范几种不同的示爱方式给你看，然后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种，好吗？用手轻轻碰过你的脸，再用眼睛一遍又一遍的把它记在心里。这种方式会是你最喜欢的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爱意还不够明显，需要换一种更强烈的。这样呢，我紧紧抱着你，身体密切地贴在一起，甚至能听到我的心跳。现在的爱意会强烈一点吗？看来这种也不是你最心仪的啊，那会是哪一种呢？是不是你和我一样喜欢的是最直接而又最炽烈的？现在这个答案
就对了吧。